我不去保护隐私，保护隐私是没意义的，因为在目前这个怎么说，网络时代、电子时代、数字时代，通过社会关系来就是让这个人觉得有压力嘛，就是我必须好好的遵守这个信用的这个问题嘛，不然就是别的朋友也会知道。我就觉得还是提升每个人的信誉度吧，我觉得还是就是包括以后就是说会很便利吧，我觉得挺好的这个。对于这种是老赖啊，我觉得就应该出台一些这种东西来限制他们。